右选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。有请二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好。要什么呀？我没选。嗯，好的。好。六一儿童节传统，是吧？这啊啊！传统游乐项目运动会。礼拜二。趣味运动会，传统趣味运动会。传统文化趣味运动会。正式开幕，好。计算多少？二一，到时间。还挺快，我们15秒啊，这个时间。对呀，可以，太厉害了。完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啊。计时好。计时有。快点啊，计时，咱们等。时间试一个。不能试，试。那要是没抖起来，还能。他们俩没抖起来的话，就再给机会吧。 如果没抖起来了，那你们要交换一次，交换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这个火车最快，哎呀，我交换再来一次，这个火车最快再来一次，啊，开始，坏了，等会儿，一上机，计时，坏了，这卡其实是有动静的，这不能算多少钱啊？ 你把头发换了？可能，那只是交织在了一起。这有一次机会嘛，签。那你先坐火车呀，老师。完了完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输了个啥呀？ 你每一个出轨吧，很困难。哇，厉害！他竟然都在这儿呢！一帮人发出了没有想到的怒吼声。给他什么？ 现在船在里边，都看不起来了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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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送了！我。什么？掉！举手，举手。三秒，举手。再对一点，老当益壮。不敢
不减当年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房是不是结束？你说。结束吧，来。结束说什么？你说呀、啊。这不是我说，我说不出来。我说不出来。你说。感谢大家观看。也没个什么班长，赢了就赢了。来，送你个红包。不是这样，输的有惩罚，对不对？输的，输的怎么着？输的这样，输的，输的你跟你讲啊，50个俯卧撑，或者从那块头部再投一次。如果你要能进了50个俯卧撑，我做，你可以选一个。我从那投壶。哎，从那投壶。投几次 ？OK， 投一次吧，3次吧，3次机会。三次机会，可以抵消50个变成10个吧。那毕竟也得给你们惩罚了，对吧？行，如果你要是没投进的话，就是要加倍哦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喽！哎呦，那五十个的再多对吧？就是吧，就是火的，好啊。是光，是光一照，哎，太牛了！拜拜，再正儿八经来一个啊！